美国风翔科技公司是全球紫外线 LED 固化系统的先锋。我们的总部坐落于电子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美国俄勒冈州。 LED 光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均匀性和稳定性，它给照明业带来了一次新的革命。早在2002年，风翔科技首创将 LED 用于紫外线固化应用中。风翔科技的服务遍布全球，我们的科技人员致力于紫外线 LED 的设计、制造和产品支持。无论您的应用在哪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全方位地满足您的需求。风翔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拥有200多个专利和商标，其创新精神和质量意识在业界享有盛名。以可靠性为核心，我们深信客户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产品能为您节约时间、节省开支。为确保产品在最苛刻的操作环境中的可靠性，我们所有产品都要通过严格的加速使用寿命测试、温度与振动检测。产品生产完毕后，通过半导体老化测试后发货。我们具有同时测试50套系统的能力，测试项目包括各种工作状态循环、高温、低气流环境操作。我们的产品具有 ISO 质量认证。我们不断地完善我们的设计与生产过程，来确保产品的质量。风翔公司提供风冷与水冷两种 UV LED 产品。利用我们的专利技术，我们研制出以 LED、矩阵组合、光学和冷却系统结合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的专利技术包括结合发光二极管与热负荷处理方式及其他系统部件的最佳匹配，来优化 LED 性能，从而实现 UV 输出能量的最大化。在光学领域上，我们的产品提供具有扩展性的连续光源输出，这使固化宽度可从75毫米扩展到2米。我们还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风翔科技为粘合剂、涂料、印刷及其他工业市场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为我们的客户在 LED 固化领域里开辟了新的应用，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今后的10年才是 LED 技术的新应用、新材料、新性能大显身手的10年。美国风翔公司是 UV LED 的世界领先者，让我们来满足您所有的 UV 固化需要。